你好，晚上的9:21，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们，社长再三的奉告，不要去签三星，不要签四星，很难中的。社长跟你报告，赌只要赌全责，还有赌两星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一个会员新刚刚加入，今天那就。我就跟他讲了，你不要去赌三星，不要赌四星，就只要做全责，跟我的理念相符。理念相符的人，他今天刚刚坐上我这班车，他就中奖了。但呢，各位，我们还是要冷静的处理，不是天天中奖的哦。但是我要中奖都继续中奖，明天大概继续中奖，中奖几率是70%以上啊、哦！明天中奖70%以上，所以我们还没有加入的新会员，赶快加入会员，押金只要1000块钱，本小利大啊、哦！我一向都是做本小利大的生意啊、哦。以前有时候观念错误，以前有中奖后，然后3支牌、4支牌冲，但是我现在发觉不对。一定要用保守的方法啊！那么有时客户输钱都哀哀叫了，那、啊、现在大家平常心赚个小钱啊。那么这个礼拜3次就中了2次全车，1只就中2次了。礼拜一中02，今天中的是05，明天也继续会中奖，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方法、我们的经验啊，各位。天算人算不如天算了，老天爷保佑啊！感谢关圣帝君，感谢众神明的保佑。哦，电话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新会员押金1000块就可以得到牌子了。